这边的大山里面有一个双胞寨，为什么叫双胞寨呢？因为这个村寨里面全是双胞胎啊，所以呢主播呢就带领直播间里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带领你们去探索一下双胞寨，好不好？哥姐姐们，主播是一名自驾旅游的主播，想去老挝，去听说那边的茶叶和山货比较多，我想去老挝看一看。在去老挝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寨，这个村寨说前面这个大山里面有一个村寨叫做双胞寨，说这个村子里面呢全是双胞胎。这么的，哥哥姐姐们，咱们在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主播带你们去看一看，去探索一下子为什么这个村里会出现这么多的双胞胎啊，探索一下双胞胎双胞寨的秘密，探索一下这个神秘的古村寨，好不好，家人们？哎呀妈，这大山，该说不是，这大山挺大呀。他们说就在这个山里啊，那个神秘而又古老的古村寨就在这个山里头啊，哥哥姐姐们。哎呦，哎呀，有人说话哎，哎，哎你，有人说话哎。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一名自驾旅游的主播，什么东西啊？直播抖音记录美好生活，直播。哎，你好，那个我是一名自驾旅游的主播，你别害怕，我是个好人。那个我想去老挝，因为他们说老挝那边有茶叶有山货，但是我去老挝的路上经过旁边那个村寨，他说这个山里头有一个村寨叫做双胞寨，这是。对呀，双胞寨嘛，就是我们寨子嘛。啊，你们寨子就是双胞寨呀。寨子就是双胞寨了啊，旁边那个寨子里面人说，说这个双胞寨里面全是双胞胎。哦，大部分都是双胞胎嘛。啊，大部分都是双胞胎。大部分都是双胞胎。啊，那他们说的是真事儿啊。嗯。啊，我以为那个他们是骗我的呢，开玩笑的呢。嗯，哎，你好，美女，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玉香。哎，你叫玉香啊？嗯。哎，玉香，我问你，那为什么你们村里都是双胞胎呀？可能是我们以前那个老人说的，这里是什么北回什么什么县嘛？啊，北回归县呐。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个双胞井嘛。啊，你们这边还有个双胞井？那个河流嘛，就会生了嘛。啊，就是你们喝那个双胞井里的井水。啊，所以双胞胎就多。啊，是这么回事啊。你说你是从哪里游过来的？我不是游过来的，我是哈尔滨的。啊，我是开车自驾游旅游过来的。开车到你这边4000多公里。是什么寨子啊？哈尔滨是一个城市。哦，是外省的。对，外省的，对，外省的一个城市。嗯，我想去老挝，他们告诉我翻过这个山就过去了。你这个吗？现在去老挝吗？去不了了吗？去不了了。哦，去不了了。为啥去不了了？他们去，别人都去了，我为什么去不了了？这个吗？你要明天早上去湄公河那里，6点去湄公河那里坐船。坐船过去呀、啊！啊，明天早上6点去湄公河呀、啊！他一天就只有一趟的船过去啊，坐着船就去老挝了、啊！哎，湄公河是哪条河？湄公河是不是就是一江零六国那条河呀？是吗？啊，就是嘛、嗯。哎呦我的妈呀！那这附近有没有啥吃的地方、住的地方啊？你要住的话吗？是有吗？是有，就是你要去20公里啦。20公里？你要去吗？现在去吗？天黑掉了吗？不，20公里我走不到啊！我都一天没吃饭了，我都走饿了。你一天都没有吃饭？那我一天都没吃饭了。哦，嗯。那你要是不嫌弃吗？你去我家吃嘛，我邀请你去我家去吃。去你家吃？去你家吃好吗？方便吗？方便嘛。啊、哦，方便呢。你不嫌弃我带你去我家吃？哎呀，那好，那怪好的，那谢谢你啊。走嘛，走嘛，我带你去嘛。啊、哎。哎呀的妈，哥姐们，这玉香挺热情啊！哎，这妈也是喜欢你们来吗？好客呢。啊，你们也喜欢好客呀、啊？哎呀我的妈，真热情啊，家人们！哎呀妈，玉香，这咋不说啊？刚好来的吗？还是时间喽？今天呢？今天我们在只过双胞节啊。双胞节？嗯。双胞节是啥意思啊？双胞节嘛，就是我们寨子里面的这些双胞胎嘛。啊。还有就那些单身的那些双胞姐姐嘛。啊。那些小姑娘嘛，他们要去跳舞嘛。啊，双胞节他们去跳舞啊。有篝火晚会嘛？晚上。啊，还有篝火晚会呀、啊。还要摆个长桌宴嘛。哎，玉香，那篝火晚会我可以参加不？你
你想参加吗？晚上我你先去我家吃饭吗？吃好吗？我带你去嘛。啊，参加那当然好了，我能看看他们。哎，玉香，那个双胞井啥的在哪里呀？双胞井吗？就是在我们今天要去晚会的地方了。啊，晚会那边就有双胞井啊。等一下，有好多的那些漂亮的姑娘要去跳舞。哎呀，那正好，那正好我去看看去。哎呀，那正好。哎呀，我的妈！哎，玉香，你家几口人呀、啊？都谁在家呢？我家呢，就是我阿奶，还有我的阿姐在啊。我双胞胎姐姐呀、啊。啊，你双胞胎姐姐？啊，你家就是双胞胎呀、啊。我就是双胞胎了。啊，你还有个双胞胎姐姐呢。哎呀，我的妈！我姐姐嘛，长得老漂亮了。你姐姐和你长得像吗？她是我们寨子的村花呀。啊，你姐姐是村花呢还？村花。哎呀妈！我姐姐嘛，她个子高哦。你姐姐长得比你还漂亮？比我漂亮了。哎呀妈，你长得就够漂亮了，你姐姐长得比你还漂亮，那得啥样啊？你夸我吗？我还行。哎呀妈！我姐姐嘛，比我还要漂亮哎。哥姐姐们，咱说实话，玉香长得漂亮不？漂亮打个漂亮，不漂亮打不漂亮。她说她姐长得比她还漂亮。走嘛，走嘛、啊，我带你去嘛。哎呦我的妈！我姐姐还在家里等。你姐姐还在家、嗯？你姐姐在家呢。嗯、哎呀妈，正好去她家看看。啊？你姐姐漂亮啊。那你？她还会唱歌，还会跳舞哎。还会唱歌，还会跳舞。她唱歌，我姐姐嘛，经常参加这种那个村上，就是有那个晚会，她都要去参加。啊，你姐姐参加晚会唱歌跳舞去啊？我们村长还给10块钱哎。妈，还给10块钱呢。哎呦我的妈、嗯、给的也太少了。哎，玉香、那你姐姐会唱歌跳舞，那你会唱吗？我也会唱歌。你也会唱歌啊？唱。哎呀妈、哎，哥姐姐们，有没有想听玉香唱歌的？有想听玉香唱歌的给我扣波一，她说她也会唱歌。哎，玉香、那你要唱歌的情况下你都唱什么歌曲啊？是通俗的呀，是民族的呀，还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说那些我听不懂，但是我妈妈唱嘛，我们自己呢那个语言的那个啊，哎，哥姐姐们，直播间的哥姐们，有没有想听玉香唱歌的？愿意听玉香唱歌的，给我扣波一，我看有没有想听的。哎，玉香，你不行，你给我们唱首歌呢？唱首歌啊？对呀、啊。嗯，可以嘛？哎，你唱首我们听听。那我就唱我们的民族歌吧。民族歌呀、啊嗯？民族歌也行。哎呀妈，这唱太好听了。哎呀我的妈。感谢用户哥。哥姐姐们，感谢玉香唱歌好听的，给我扣波一。哎呀我的妈，这唱的太好听了。哎呀妈，哎，你唱这么好听，你姐唱歌唱啥样啊？唱的比我好听啊。比你还好听呢。她会跳舞吧。哎呀我的妈呀。她会跳好多舞蹈。还会跳好。走嘛，我带你去我家，让我姐姐给你跳舞。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走吧，去她家看看。哎，玉香。哎。哎，那你和你姐的老公呢？就是、你是说老怪呀？老怪呀！你们这地方叫老怪呀、嗯？啊，那你和你姐老怪怎么没在家？我们都有老怪。你们没有老怪？嗯、啊，你们都是单着的呢。啊、我姐姐，我们两个都不有找老怪。啊、哎呦我的妈呀！因为嘛，我们这个村里嘛，都是女孩子多嘛。啊，你们这村女孩子多、啊？女孩子嘛多，然后嘛，男人少嘛。男人少啊！你们这边是女孩多，男孩少啊？对，我们不够用嘛。哎呀妈，那我们那边全是男孩，没有女孩啊。真的啊？真的，不行，你们去，你去我那边呗。哦、哎，你们这地方有外嫁的吗？嫁出去的吗？有外嫁的吗？啊，有，还有外嫁的呢。有外嫁的吗？啊，哎，那要是外嫁的情况下，都需要什么条件呢？像我们家嘛，这个条件也不好吧。我想要一头一个猪吗？跟一个牛吗？啊，一个猪一个牛。我要留给我阿奶养老。啊，那别的呢？那个就是这个那个东西呢？这个嘛，一个旺旺嘛。啊，一个旺旺呢？哦，一个旺旺。哎呀妈，那你们这地方行啊、嗯！你们这地方太便宜了。但是他要么要生，要个好嘛，要有力气嘛。嗯。要有力气啊。哦、有力气、啊。那怎么还需要有力气呢？我们要帮我们会干活嘛。
会干活呀、啊嗯嗯、哎呦这就行来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左上角给你发一个人人300的大福袋啊都参与一下都参与一下走看看看他姐姐去家里面看看看他姐姐我们两个是双胞胎你们双胞胎啊他们还是说吗像吗像你但我姐姐更漂亮啊、嗯、哎真的、哦、中国内地男人少但是我来到云南我才发现云南的女孩子多啊、哦、云南的女孩子多哎玉香哎就是你姐这平时都唱什么歌跳什么舞啊我姐姐嘛她就是跳那个孔雀舞嘛孔雀舞啊、然后她也会跳阿多洛舞嘛阿多洛舞、啊、行走走吧看看她姐姐去啊走走走那这个就是我们家了、啊、这就是你们家呀、这个我家那大洋楼啊你家大洋楼挺大呀、我家那大楼房这个哎呦我的妈你家这大楼房挺大呀、嗯、走嘛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嘛 哎玉香我听说你们这边水果什么的比较多呀水果嘛我们家多呢你们家多呀我家也有种呢他们说这地方山上这个水果都是很甜很好吃都是野果子吗是我们山上自己种的吗拿去街上放那个的吧哎那个玉香、我可以去你家买点水果什么的吗我买吗不用买了不是我得买点不买因为你来我们家做客嘛等一下嘛我带你去山上嘛你要吃什么你自己摘了带回家了吧那多不好意思哎不有不好意思嘛没有没有还是好客的哎呀妈太热情了、太热情了哎呀妈该说姐姐还在家里面等不行我得给你钱我得买点水果你姐姐出去跳舞唱歌一天才给10块钱呢你我这不管咋说我还是有点钱的我还是有点钱的虽然说不是什么太大的老板但是哥姐姐们你浪的人的多少还是有点啊多少还有点哎呀你这里慢一点的哎、慢一点哎呦我的妈好像没摔了啊这是你们的这独木桥啊这是啊这个嘛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哎呦我的妈这个就是你家的二楼啊这个是我家了啊这个是我家了我家的楼房嘛这就是你家楼房啊我家楼房啊哎呀妈哥哥姐姐们你们见没见过这种楼房啊啊我阿姐嘛在上面嘛啊你阿姐在这儿呢哎呦真好哎呀妈真白呀哎姐姐哎呀我这是姐姐真白哎姐姐你先过来啊你先过来嘛先过来参观一下我们家嘛参观一下你们家呀带你参观一下嘛哎玉香那你们家这下面怎么不围上呢我们家这个嘛我们这个是吊脚楼嘛那刮风下雨怎么办呢刮风下雨嘛我们不住这下面嘛我们在上面住嘛啊你们不住这个下面呢下面嘛我们用来养鸡啊养鸭嘛啊养鸡养鸭呀、哎呦我的妈你过来嘛你过来我过来嘛哎呦你这主要太吓人了我过来嘛哎呀啊我这个就是我们养鸡嘛啊这就是你家养鸡的地方白天嘛我们放出去让它去吃东西嘛啊然后晚上嘛它回来它自己会回来嘛哎呦我的妈呀哥哥姐哎呦哥姐们感觉这个玉香好不好感觉好善良的情况给我扣分一行不行家人们哎呀妈这就是养鸡的地方啊哎呀我的妈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嘛、都是那个用吊脚楼嘛这个叫都是用那个木头做出来的嘛啊都是用木头做出来的哎呦我的妈哎这房子我头一次见呢这房子这木头这怎么还有亮呢这个嘛它这个、我们住上面嘛也就是年纪大掉了这个房子年了这房子多少年了他们快100岁了我说这房子都100年了哎呦我这个房子挺能搁这房子哎呦我的妈这个嘛你想但是掉也不会掉下来不会掉下来我这从底下我都能看到上面还不会掉还是凉快嘛还凉快啊哎呦走嘛我带走吧我姐姐在上面行走吧走吧哎我让她跳个舞给你看行唱个歌给你看完好好嗯哥姐们左上角有福袋啊有福袋都参与一下子给你们发一个人人500的大福袋哎家人们咱该说不说的有没有想看姐姐的有想看姐姐的给我扣分一啊哥姐姐们有没有想看姐姐的有想看姐姐的给我扣分一我看看有没有想看看姐姐的我看有多少人想看姐姐左上角有福袋啊都参与一下子哎呦我的妈这么多人想看呢你上来嘛、我上去啊哎呀这上去这是啥呀就奔这上去啊这个是我家大楼梯嘛就你家大楼梯呀、啊、
这楼梯上去能行？我一踩别给它踩折了啊！不会踩坏吗？你上来吗？你不会掉下去吗？哦，别踩坏了啊！哎呀，哎呀，这不姐姐吗？哎呀妈，妈，他来要去霍霍。姐姐真白呀！哎哎，姐姐，哎姐姐，哎，他还行一点，我哎呀啊，咋回去了呢？我说他还行一点。这楼梯我上能行？我别踩折了啊！这生人吗？啊，害羞啊！这生人害羞啊！那我上来。哎呦我的妈！上是不上个家人们呢？这，哎呀妈，这就你家房子，玉香啊？这是我家房子吗？哎呀妈，你家这房子漏，这不漏雨吗？漏吗？有时候吗？我在这嘎达我都看见鱼池了，这不都是漏着的吗？姐姐，我们两个嘛，有时候漏，我们就是去补它嘛。啊，就帮他补一下嘛。我看刚才姐姐就从这儿进去的，这咋的？没有门呢，都是不连的呀。我们不有门啊，因为我们不有小偷，我们民族。啊，你们这没有小偷？我们不。哎呦我的妈！不能偷。连门都没有，兄弟。这是。你要进去看看。哎呀，我看看，我看看里面。你进来嘛。哎呀妈！你进来。哎呦，这都啥呀？这都啊。哎，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去看。我看一眼呗。啊，这个不能进去。等一下，换下衣服。我姐姐在换衣服。啊，换衣服呢？啊，这个嘛是我们要去参加那个双胞节嘛。啊，双胞节。这个嘛，等一下坐一下嘛。啊。等一下。啊，这个。啊，走吧，哥姐们，他不想看你们的风俗。嗯。不看一眼怕啥的？嗯，不能进去。哎呀，水果怪多的呢。哎呀。坐呀、啊！我给你弄饭吃嘛，干。你给我弄饭吃。我给你弄饭吃的。你还会弄饭吃呢？我会弄嘛，我会弄。啊？你坐嘛，我给你弄饭吃。哥姐，你们感觉这玉香好不好？善不善良？感觉玉香是好善良的，给我扣波一。你先吃点水果吧。我先吃点水果啊。行行，哎呀，水果怪多，要不他们全说你们这地方水果多呢。啊。看了就要去做礼做乖了，小婆娘晚上什么玩意儿？看了就得做老乖。嗯。还有这风俗呢？你们这边？不能看。啊，不能看呢。啊，看了就得做老乖了，那我就不看了，我不看了。哎呀妈呀，真善良啊！这肚子饿，我先给你做点饭吃吧。行行，哎，你那啥，那个咱们是。等我一下吧，我换下衣服啊。好好。哎，咱们啥时候去那个双胞节呀？这个嘛，我先搞饭给你吃嘛，饭吃了以后嘛，我再带你去看嘛。行行，哎呀，这真好啊，真善良。你坐一下嘛，哎、好。先去叫我姐姐给你跳舞嘛。行行，好好好，哎呦我的妈，哥姐姐们，哎呦我的妈，哪样都好啊，就是有一样太热呀。哥姐姐们有没有想看姐姐跳舞的？有想看姐姐跳舞的，给我扣个一。我姐姐说吗？她在化妆。哎，叫你们等一下。哎，玉香，这是我家老铁们。哎，你跟我家老铁们打声招呼呗。这里有人吗？这里都是人，都是人。哎，打声招呼呗，跟我。莫里莫格勒。啊？莫里莫格勒。什么玩意儿？莫里莫格勒。莫里莫格勒是什么意思？我就跟他们问好嘛，我说我喜欢他们。啊，你喜欢他们？来我家做客嘛。来你家做客呀？哎呀妈，你们这地方真好，真热情啊！嗯、啊，嗯，这地方真热情啊，哥哥姐姐们，啊，你们感觉热情的给我扣波一，行，他给我做饭呢，家人，他给我做饭呢。你说，哎，玉香，哎，那你家我冒昧的问一句，你爸爸妈妈呢？我爸爸妈妈在。对呀。这个嘛。我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妈妈嘛生我姐姐，我们两个生下来嘛，那个啦，当时嘛疼嘛，肚子疼嘛，就那个啦，当时生了我们两个嘛，他就啊，生出你两个，你妈妈就走了，他就AA掉了嘛，啊，就是等，哎呀妈，那你俩可够苦的了，那你爸呢？我爸嘛，当时嘛，我妈妈不在了嘛。他就跟人家有的老板叫他们去那里帮他们收香蕉嘛。啊，收香蕉去了。去那个老挝那边嘛。啊，去老挝收香蕉去了。去了嘛，他就没有回来过了。没有回来过呀。我们都没有见过了。那你爸爸往家打过钱吗？没打过嘛。钱也没打过呀。没打过。哎呀妈，那你们姐俩真苦啊！那你姐俩就和你奶奶就这么熬过来的？我们嘛，就是我们。
那你们娘仨怎么生活呀？以前嘛，前几年嘛，我那个奶奶嘛，她还是腿脚还方便一点点。她那时候嘛，去跟老板去打工，去帮他们扛钢枝嘛。扛钢枝啊，收水果嘛。去帮他们摘水果嘛。我奶奶就这样帮我们两个拉扯大的。哎呀妈，哥的！我奶奶一个人嘛，也是每天起早贪黑的嘛，就去给别人去打工嘛。家人们，这真的，她这。确实是太苦了啊，哥姐姐们，啊哥姐姐们，太苦了。从小他奶奶给他俩带大的。我奶奶公司还那个嘞，他们那是他嫌他年纪大了嘛，嫌他年纪大了嘛，就那个给他们只给28嘛。后来嘛，以前是我奶奶嘛，她那个身体还好嘛，嘎，现在她身体不好了嘛，就让我姐姐我们两个也不许读书了嘛，不许读书嘛，来供我奶奶这个了嘛，她这个现在身体不好嘛，干一天活才给28块钱。我姐姐我们两个还够嘞。哎呦我的妈！我姐姐嘛，我们两个嘛就去嘛，一天给30块呀。哎呦我的妈！那个老板还好哎。干一天活给30块钱的老板还好，这地方该说不说，家人们这地方有点困难呢，这地方啊，给他发个红包，你给他包个红包，我这出来匆忙，我也没带多少钱呢，家人们呢，我看我这兜里的就剩这两个钱了，这他们的生活也太苦了，哥姐们，我这也没有啥钱。找个好人嫁，我刚才跟他说了，他们也没走出过大山呢。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双胞寨啊，在一个大山里的双胞寨，哥哥姐姐们，这个村里的双胞胎特别多啊，双胞胎特别多，所以我就给他太小心了。那我兜里就这两千来块钱，我都给他，给不给哥哥姐们？给我扣波一。没带多少，我出来也匆忙，他们就说这里有个寨子，我来溜达溜达看一看。啊，哥姐姐们，给是不给？给扣个一来。给呀、啊，这里是什么省？云南西双版纳啊，西双版纳。哎呀，你这么的，你看那个玉香，你先别给我做吃的了。你这么的，我家人都说了，说那个你这也挺苦的，完了你还给我做这么多的。好吃的，你这么的玉香，你家不有水果吗？你家都有啥水果啊？水果那么多吗？水果多呀。像这些吗？你喜欢吃吗？等一下，我带你到山上去摘给你吧。给1000，你别的了，我这个兜里就剩2000来块钱。你这么的玉香，这个钱给你，钱给你，我买点水果啊。我不拿着吧，拿着，不是你听我说，玉香，这个钱呢？一部分是我买水果的钱，一部分呢，今天我来的比较匆忙，我也没买啥礼物，剩下钱呢就给阿奶，给阿奶买点好吃的，行吗？这个我不能收、啊。收着吧。你来我们家做客嘛？你来我们家做客那个水果嘛？你要多少？我带你山上去摘了，你带回去就行了。不对，真的这个钱就是一部分当我的买水果的钱，一部分那个给阿奶。就当我看阿奶了啊，没有，你都太好了，又领我上来，又给我做吃的，又领我去看双胞节的，我都感激不尽了，感激不尽了。那我都不好意思，没事，奶奶谢谢你啊，哥姐姐们，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对打个一，对打个对，不对打不对，对不对？咱得有些东西吧，咱得。对不对？就是有一分恩情，咱们十分相报。我出来时候，我爸爸都告诉我了：人无感恩之心，必无出头之日。感觉我做的对的，给我扣波对，对不对？啊，美女脸上涂的是什么？哎，太少了，哥哥姐姐们，我一共今天兜里出来，我就揣这点钱，我也没开车，也没咋的，我那钱对不对？我也没揣多点。哎，我家人问你，这个脸上涂的是什么呀？我这个脸上呢，是我们用来防蚊虫的。然后嘛，我们姑娘嘛涂嘛漂亮嘛。啊，漂亮啊！我感觉你还是不涂漂亮，还是不涂漂亮，对不对，哥姐们？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行，你就把这个钱揣着，你赶紧做好吃的。谢谢你、啊。对，啊、你喊一声阿姐，你阿姐快点话呗。阿姐，快点话，咱们好去双胞节呀。
啊。那个，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哥姐姐们，一会儿嘛，咱们就去，卡里没钱嘛，卡里没钱，我不得给他转账吗？我这手机直播呢，我一会儿下播给他转啊，家人们。啊，给你过来。你啊？你过来。我过去。嗯。我过去干啥？你过来，我给你送一点，啊、我们这里的宝贝嘛。你家还有宝贝呢？我让你带回去，你这么帮我安来看病，我要给你送点宝贝嘛。宝贝我就不要了。我们山里的宝贝啊。山里的宝贝我就不要了啊。啊，我看一眼。嗯。山里面啥宝贝呀？我们这里面。哎呀妈，这家藏的。双胞寨也是这个血燕之乡啊。双胞寨也是血燕之乡。这个血燕，你这个血燕好。啊，这血燕。啊，这个不就是我头段时间买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叫这个叫血燕呐。血燕呐、哦。我们这里的那个东南亚三宝嘛。啊，东南亚三宝啊。我哎呀妈。装了给你带回去嘛，这个东西不是头段时间我给我妈买那个买的吗？他们说这个东西好，我买老多了。你带回去，我装给你，这个我装给你啊。这个地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这边产的。我们这里嘛是叫双胞寨嘛，也是血燕之乡啊。哦，血燕之乡啊。东南亚嘛，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到山上那个摘下来的吧、啊、摘下来做成这个的嘛。这个你就别给我装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你对我都帮我安来看病了。不对，我要装给你。你就别给我装了，头段时间我给我妈买好几百块钱一斤，别装了，太贵重了，你留着卖吧。不，等一下，你留着卖吧。给你，不对，我先给你做饭吃。行好。等一下，我带你到上面去看篝火晚会。好。啊。生的那些小那些姑娘啊，女孩子多呀。嗯、哎呦，那太好了，都漂亮啊，都漂亮、嗯，那太好了，都比我漂亮的。那你赶紧喊姐姐，快点画，咱好去。她在画了，她在画。行、嗯，哎，那我这手机也没多点电了。阿姐，你给我、啊、快点画呀、啊，姐姐。嗯，好的。你这么的，哥姐姐，我这手机没多点电了，家人们，你这么的，我先把手机充上电。完了之后呢，我去过双胞节，到双胞节那块儿我再开播，行不行？有没点关注的？有没那啥的？赶紧留着啊，别到时候找不着我，我手机没电了，我要下播了。完了晚上咱们去双胞节，他们说全村的双胞胎都会去的啊。我要下播了，哥姐姐们，我充会电，过来娶个媳妇行？但指定行啊。他说了，他们这地方女孩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而且呢，一头猪一头牛再加一个 W 就 OK 了。卖货我不卖货，哥姐你们啊，有那我等会儿我就去双胞寨，我看看看看他那个双胞井是怎么回事，看看那个篝火晚会是怎么回事啊，哥姐你们有想看的，给我点个。